Orang ramai sedih lah di sini, dia duduk di tepi sungai ni. Bila banjir besar sangat, bila kemarau kering sangat susah. Sampai 2-3 bulan kita pun susah, pokok mati, ikan pun mati banyak. Orang yang ternak ikan ni, kalau ditemulu banyak mati ikan. Kita harap semua orang akan lebih kesedaran untuk selamatkan alam sekitar ni. Sekali kena recycle semua barang-barang yang dah guna. Lepas tu kurangkan pembalakan sebab benda-benda macam tu actually yang menyebabkan benda-benda ni yang terjadilah, macam banjir ke, kemarau ke, dengan tebang-tebang pokok kan. Kandaulah, simpun de bau dao, cian cio lah, qi ho bu tiao he, yu qi shi zai ti xing ya zhou di dai de ren na. 下半年的反盛阴德都要警觉到啊，可能呢，这下了大雨啊，那这大水灾啊，或是大干旱，或者是等等会更多。前天夜南的菩萨们呐。 把那样的画面带回来，好让我看到了那样的干呐。农民已经呢三聚呢，一聚，欠收二聚休耕，本来就是穷啊，贫农啊，哪看得起？ 这个白白的是盐，是不是？啊，对，它是盐分，它盐上干了的盐，白白已经上面来了。虽然有稻壳，但是里面都是空的，没有米粒。他们要求的是祈求雨水，因为呢，湄公河也断水了。湄公河呢，在泰国也是啊。 这都是穿过了几个国家的供水的水源呐，一旦干呐，总是呢一个一个国家都会发生这样的这个旱灾哦。假如不下雨啦，那就是再加上呢这河水干呐，大家平常在台湾呐。 水费很便宜，大家呢用水没有节制。啊，我几十年来呀，都一直在呼吁哦。看看几十年前的讲过的稿啊，就都在呼吁。连我自己呢，从出家一直到现在，每天的。 大早的一桶水，可以呢，就是维持一天的洗手等等啊，这都是呢，滴水如金啊，要洗水。当你有水，当时无水的时。总是呢，平安的时候呢，我们也要节俭呐。 要好好的储存起来，在需要的时候，不只是自己需要，别人需要的，不只是自己的国度需要，其他人的国度需要，普天下人的需要，这都是呢，应该都要有这样的美德的哈、哦，那这种。 爱的能量应该呢，要好好的累积啦。我拿地来做书童，我要做贫穷人。看到了马来西亚的孩子们，他们呢这样的有智慧啊，幼儿园呢，哦，我们给他的教育呀、啊，在北马。 我也看到了这个北马的信息，每一年呐、啊，北马的幼稚园哈、哦，慈济的幼稚园呐、啊，
他每一年在慈济周年呢，他们呢都是给孩子呢一个月的斋戒，那连父母亲呢都要一起哦，还要呢教孩子们呢这样的疼惜动物，都已经呢形成了固定的。 教育的啦，那训练孩子呢，如何自理，可以彼此帮忙啊，啊，也要让他们呢了解这个生活要节俭，而且呢，让他们吃香鸡饭，而且呢，配腌豆腐。 他让他们学习金色早年的苦难的生活，他们呢都要去体会啊，在当我们这个缺乏粮食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去克服它？他们都这样教，还要克勤，真正的。 要有很勤奋的教他们如何做蜡烛，如何呢去自己动手香鸡饭，还有呢有的时候他们呢也要带他提篮子去买菜，也懂得呢选择今天要买的是什么菜，要煮的是什么。 这都是呢，他们在小小年纪啊教导他们，不是在学校呢办家家酒，不是，回家呢都是呢学以致用，回家也可以帮爸爸妈妈做家事，也懂得呢去跟父母分享这种。 小小的故事啊，幼儿园呢，实在是很多都很可爱，很懂事，他们清纯呐，毫无烦恼呐，他们无数对身心健康，我们幼儿园教育呢都是这样，慈济的置业体力。 供应的餐食也多是无数，总而言之啦，不要担心，如数呢对身体营养不够，除非你是挑食者，除非你的口欲啦，这种不愿意放弃你的口欲，要不然的话，回归很自然的生活，五谷杂粮。 是最好的营养啊，这对身体的健康也可以呢，少了很多的大地污染，也少了很多呢这种排气哈，这空气污染。假如我们人人都能回归大自然的生活，相信呐，四大调和，天下无灾难呐。 天天在媒体上所看到的，我实在是天天都是提心吊胆啊！再看到了，这样未来地球温度不断升高了，现在的名词叫做圣婴反圣婴等等啦，这都是呢我们要担心的。不过一切唯心造。 只要我们有心要做了，我们要赶快如何呢？在生活中正确的轨道，生活的基础，我们活得心理健康、生理健康，活得家庭健康，活得。 社会健康，这就是通达诸法，在
无量法门中呢，去体会人的整个空间的生活，只要每一个人发一念心呢、啊，就可以呢，可以人人做得到，不是做不到的。佛法的道理要我们都是能做得到，只要你通达诸法，没有做不到的，没有不成佛的。所以啊，菩萨道是这样的普遍，可以铺出来的，不是做不到，请大家要多用心啊。